很冷。家里为什么没有浴缸？家里当初没有决定要放浴缸，是因为风水师说，我们浴室的位置如果放浴缸，就会漏财很严重。但是冬天真的很冷，很想要泡澡。如果可以泡澡的话，就天天都想泡。来去问老公好了。老公，天气很冷哎。嗯，然后呢？我很想泡汤哎。好，泡面吧。先泡完面再说。我要去泡汤。哦，好。我要去泡汤。嗯，然后呢？去啊。那要去哪？都可以吧，看你想去哪里哪。那我去日本。乌来好了。为什么不去北投？嗯，乌来比较有竹筒饭可以吃啊。你好像曾经带我去乌来吃竹筒饭。有啊，很久以前。那我们要去泡温泉喽。耶耶耶耶耶耶！好烦。耶，准备。其实我后来老公一查说，他是去北投。乌来离我们家有点太远。你是说要一个小时是吗？对啊。北投就是大概二三十分钟，所以我们干脆就是去北投。下次再去。冷静一下，我们第一次要全家一起去那个泡汤屋的感觉。有，我没有住过温泉饭店啊，什么？没有，就是那种一日行的那种感觉啊。可是阿嬷没来，就只拍相处。不要阿嬷，阿嬷今天她说我们去就好啊，下次我们再约她好不好？阿嬷的约会很多啊，阿嬷跟朋友到处去跑啊。那你下次要找阿公阿婆。春天我没有住过。个人汤屋，它有好几种可以选。现在有就是最贵的房间，但是中信卡打五折还60。我刚刚他现在讲完没有？然后是到对面的雪村馆这边，中信卡60。住宿的话，四人房是12000。那边跟这边有什么不同？这边是有榻榻米的。哦 ，OK， 所以这边是比较日式的。这边还有和服，好可爱哦。这个好可爱的。真的耶，非常日式。这边没有电梯，要用走楼梯的，至少可以泡汤。啊，这样看过去是海航不错。哦，好，看桥，很快会被打倒。好近。拖鞋，很日式的感觉。我要住在这里。衣橱，茶点心什么都有，但是已经被想想都吃掉了。水也都有，景虽然不是说特别美啦，但至少有绿绿的。我躺床看看。哎呦！哎呦，穿着衣服躺床，这是哪一招？哎呦，哎呦！你在露屁股吗？哈哈！哎呦，床太小，床太小，和李安睡地上。和李安睡地上，丸子三兄弟吗？是丸子三兄弟吗？啊！要泡汤了。两个实在是像猴子一样，为什么又一身绿色啦？他当兵的，问当兵的。哦，对，该有的都有，很充足呢，应有尽有。不是双汤，就是单纯泡汤而已，不是什么特别的景啊，就外面有一点树的感觉。白黄水吗？春天好像是白黄。我看你的脚也好长哦，你的脚像到我啦，以后会跟我一样脚好长。看你五岁就这么长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不要让你脚的脚。好哦，一天洗个两三次也开心，但我哪都要狂洗澡。爸爸好爱。对，就是他。唉，要是每天可以这样泡多好啊！我以前在日本的时候，每天都会泡澡，家里就有小浴缸，因为我腰就受伤过，一到冬天就是一种折磨。显示我腿很长，找不到全部；显示我皮肤很好，怎样？脚可以伸直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啊！怎样？我就是故意要很性感的样子。香，喜欢来泡吗？好吧。他们走楼梯哦，李月。又跑又跑，又跑，走楼梯小心走。小可爱，
没有，我刚刚那个可撕掉啦，掉进里面，吓死我。这边还有卖蛋糕，缤纷马卡龙看起来蛮可爱的，高贵小蓝莓。好想买哟。你为什么笑成这样？真挚啊，诚恳。全身发热。爽啊。